对呀、啊，椅子，那椅子怎么了？你看桌这样子歪歪的。因为你给它用掉去了啊。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你拿那一颗是球啊？蛋蛋。是巧克力口味的吗？啊，这是新战斗陀螺，这是战斗蛋蛋。妈妈，你谁来帮我用开？这是巧克力口味的耶，啊？这个怎么开呀？这怎么开？你看，怎么开？我敲敲啊。你给它敲在桌上，敲敲敲，有人在家。哦，啪！怎么裂开的？哎，有小鸡跑出来了。不是。不是吗？因为这是蛋蛋要吃的。那有小鸡住在里面吗？没有。你看到它的头了吗？等一下恐龙跑出来啦。不会。你在吃一个恐龙蛋。不是啦。你看，这是它的头，它的眼睛。那个才不是恐龙蛋。来，帮你剥这样。哇！怎么一下子脱衣服脱光光啦、啊？你为什么把一下子把它脱光光的？那是什么东西？蛋。茶叶蛋。我掉在地上了，就没得吃了。蛋呢？慢慢吃哦。茶叶蛋太好吃了吧？妈妈。